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佩玲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小柯基。其实不小了，他已经1岁了。因为我现在在青岛嘛，看到他的照片，然后就会很想念。然后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做一个纸盒小狗。1、2 ，OK， 就是这个啦，橙子笔、剪刀、双面胶剪来的纸盒。来，开个快递来。哎，我们那么熟，他拿我的剪刀去开箱，剪完了可以给我先吗？你呢？来吧，开始吧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4边都剪掉。哦，这剪刀谁买的呀？这剪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呢，我就要把这里剪开来。柯基的小脚又短又肥又可爱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画他的脸，对，还有耳朵那些。Let's go。他4个月的时候我就养他了，挺想念他的。我的眼睛是画得太小了， OK 啦，也挺可爱啦，哒啦，好有满足感哦。取一个中文名字吧，柯柯，中文字有点烂哦，来看哦，难怪我觉得还怪怪的。哎呀，好可爱，柯柯，太可爱了，来欣赏我的柯柯，可爱吗？不是，卡，什么？好乖哟、哦！你够吗？对啊。然后他说他喜欢你。真的吗？对。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So cute。但老实说，说实话，他换个，他头掉了。哦，头掉了。哥哥你干嘛？哥哥。哦、一定很痛吧，哥哥。哥哥走。游泳啊！啊，他赖死不走怎么办？他怕水吧？怕水吗？没事，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哥，你不怕不怕 ？Hey，say hello， 耶！这样的抱他过去，我感觉他比我养狗更久。蔡伟泽，怎样？我的狗。比节目比太久。现在带柯柯回家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 OK， 这是我的舞台2023盲盒日记呢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捏泥人，然后我请到了我的这的一个就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戴泽颖。他在哪呢？我想必大家也看到了，他在这儿。Hello， 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从地下出来的戴泽颖。今天我 Underground，Yes。然后我打算捏一个，就是我自己的那个，说 logo 嘛，那也不算 logo， 反正就是能代表我的一个图案。你打算捏什么？我打算捏我自己，就捏我这个人。你怎么捏啊？你很难捏，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特点。就往胖了捏就行。呀，不错嘛，捏的。暴林球。俄罗斯套娃是吧？你半天还在揉我的球，因为我把它揉圆，那是我的脑袋呀。当然了。我现在把这个黑色擀平了。擀平了之后，我现在要干嘛呢？就是做我的头发。呀，我现在要切一个齐刘海出来。我猜你也想高兴吧？直到你睫毛轻刷着我脸颊，直到你。你平时有捏过吗？你没看过我捏的泥人吗？现在就把我之前捏泥人那些作品全部摆在这个。就是抠到这个下面啊，你看这个是我捏的那个海绵宝宝，非常厉害啊。这个是我捏的校对诸生，这个好看啊。他的衣服我做好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嗯，在哪？感觉快乐好了。往东往西，好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很明显就是我的亏。然后我不是 OK 嘛，然后就 OK， 它就是它眼睛吧，做成像 wink 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行，就像你的吧，看看你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这个是我做的我自己，
就是衣服它是我，然后把手举起来，就是说想要每天跟大家在一块玩。哦。对，你好，啊什么？然后就是你好有心机啊！你这时候在想你的人设啊？你好有心机。因为我平常喜欢捏泥人，然后因为我觉得，就我之前有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，然后有很多种想表达的东西没有办法表达出来，然后我就会做一整天，从头从早捏到晚，就我会觉得很治愈。然后你看到一个东西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渐渐变成你自己创作出来那个东西，就很有成就感。对，希望大家如果有时候就是自己有什么想法，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捏出来。三二一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万事 OK。嘿、hey, ，这里是冷水 Aqua Cold， 我是梅梅，我是秋秋。然后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哪里捡到了一个球，所以我们要出来打篮球，因为他平时实在是太懒了，所以要出来运动一下。嗯，有一亿，行。所以你会打篮球吗？我不会啊，我听说你很会啊，你会吗？我也不是很会啦，但是在女生里面应该算还可以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看。然后呢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来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哎呦！我们应该找个人陪我们练一下，是不是？看一下路上谁呗。看看。你怎么有一种老年人运球的感觉？对，每个人试一下。我没问题了。哇！哇是要这么用力才可以。比如说这样就很慢，对。那快的话是蹲得更低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翻车。我只能还。青年展示一下。怎么 ？OK， 我的表演开始。哦。你会吗？嗯，转球，哇，这不是足球啊，不是，对，假动作，比较假，我比较假，太会了。你要让我做比较真，我不会。那你来，那你应该让我火锅。假不假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像开始变熟练了，所以你要不要挑战我看看？哦、谁怕谁啊？你来吧，哇哦 ！Round one。Later。 什么东西啊？可以这样的吗？可以放住。你不是打我的手吗？这样不算吗？啊，好累，怎么累？哇，这是叫什么 ？Round two。2 hours later。反正我觉得适量的运动就是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开心，对。你会有这种感觉吗？我希望屏幕前面的大家不要跟我一样死苦不勤，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运动就多去做好了。那我们就愉快结束今天的盲盒日记吧。嗯，拜拜。